对，这个角度好，先把手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好，开始走起来。你看那条静静流淌的河，好像不曾有过颜色。二一，光走。这边就状态可以。回回看过经过，就进入你的角色，你在追赶什么？我只是从这世界经过，做一个平凡的旁观者，拥抱所有生命的喜怒哀乐，听被打掉的羽毛诉说，翅膀要征服的天空太广阔，他不难过。看一片落叶在重复着，现在就能不能送回这把节奏好的，虽然突破我看不见另一个银河，却相信时空另外可我，在更远的远方和我相遇着，近一点感受生命磅礴，不需要结果，别问我在寻找什么。所有。